号詹姆斯出席某品牌活动，白敬亭作为资深迷弟，活动全程看詹姆斯的眼神超级专注，真的是一秒都没有离开，还兴奋地和偶像握了握手，真如果眼神是追星 boy 本人啦。Which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go in there.仔细一看，白敬亭的鞋子还有点眼熟。就在活动的前一天，白敬亭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新鞋，还预告明天见。原来是特地买了新鞋来见偶像的。活动结束后，白敬亭还晒出了与偶像詹姆斯的合照，粉丝们也赶来留言道：“哥，今天的您完美复制了我们哥见您时的眼神。”我越来越怀疑我家小白进娱乐圈是不是为了追星。蒙古浪新闻，恭喜我们的小白同学追星成功，报道。